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比赛的颁奖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跟贵宾朋友们，尤其我们承办的盛景市长。张来做咱真侪农业的这个成果，另外今仔日嘛破咱农业的纪录，破咱德国的纪录，来负担咱的这个路跑。咱的路跑的报名嘛，真难为，也看到这么侪人共同来体会着咱德国啊，咱的这个田野风光，那路地来经过咱的这个大路、池塘、公顶顶，我大家啊在啊好市民来加持哦。那另外会经过咱的这个木棉花道的这个路线哦，再就是把咱的这个德长的好、德长的水行销给大家。那最重要是希望大家来了还能够买了我们的竹糖米啊，回到家里面继续爱用我们竹糖的东西哦。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农会呢，除了富有这个农业的推广以外，那么金兰店也在得到咱的阅读台词奖哦。而且伊在辅导摆的这个青农的过程中啊，我们百大青农在这边也出了非常多，伊嘛是咱的这个百大青农的团体奖哦。那可以说讲不完，那非常的优秀。出去我们竹塘米的比赛也常常都是冠军米哦。那底下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德长街头，有机会来买咱德长，那我们会说三星的这个德长米哦。那他这边也是青农回来很高的一个乡镇哦。那在这边再次的祝福我们的竹塘农会100岁生日快乐，这100年奠定了我们未来200、300年的一个好基础。再次谢谢总干事、我们理事长、常务监事带领的团队，大家的一个用心。